从2006年成立至今，兆庆成辉电子科技一直专注于散热风扇、流流风机的设计研发与制造。多年奋斗，成辉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0,000平方米现代化生产厂房、产品年产量高达1800万件的一流企业。 我们追求创新，建立独立的化学实验室，拥有专家级的研发团队以及实验设备。我们掌握前沿的散热技术，研制出行业独特的 IP68防护等级风扇 ，FDB 专利轴承寿命长达100,000小时。多年来，成辉荣获30余项国家专利，成为散热风扇领域的创新型企业。创新布置。 成辉的每一个产品，从原料采购到成品出库，都要严格通过8大可靠性测试，以确保产品始终如一的稳定性。坚持创造高品质产品，是成辉不断的追求。高品质无可挑剔。 成辉的产品主要包括散热风扇与轴流风机，主要应用于通讯设备、电源、智能家电、空气净化，见证着成辉的用心。今天的成辉已经是Philips全球指定散热风扇供应商，也是 TCL 长虹、长城等指定合作伙伴，深得客户的信赖，营销网络遍布全球。 我们倡导全程一站式贴心服务，让客户放心更省心。未来的成辉将继续沿着自身的品牌之路前行，创造属于自己新的辉煌。